这个角度 OK。你那会是死角吧？我们的角度。没有没有，我 OK， 我去 OK, 有拍到。好，谁喊开始？我都可以。好，三二一。大家好，我是三星的产品经理 Aaron。今天很荣幸跟各位介绍我们三星最新的 Galaxy Tab 7.7，它是全球第一款搭配 Super AMOLED Plus 的平板。各位其实从这个面板的部分的话，就可以感受到它的颜色的更丰富，而且色彩更细腻。那我先从外观的部分介绍起，正面的前面有200万的镜头，让消费者可以拍出清晰的照片，然后上传到 Facebook。然后再拉到那个侧边来看，它的厚度的部分非常的薄，只有 7.89mm， 所以即使是单手握或者甚至放在你的口袋里面都非常的方便。然后再就是背面的部分，背面的部分的话其实采取的是非常时尚的法式纹设计，所以让消费者不管是在正式场合还是非正式的场合，或者是任何的穿着搭配这样子一个时尚设计，都不会跟你的穿着会有任何突兀的一个表现，而是非常整体一致性。然后相机的部分的话是300万，然后搭配 LED 闪光灯，所以即使是在昏暗的情况下，也可以拍摄出清晰的照片。然后中间的内建的 CPU 的部分是搭配双核心的 1.4G， 所以让整个运作速度是非常的流畅。然后再就是为了去呈现出 Super AMOLED Plus 的一个效果，我播放一段影片。这段影片是 Full HD 的，那各位可以看得到，透过双核心 1.4G， 它在播放 Full HD 的影片的时候非常的顺畅。第二个可以观察的地方是它的亮的地方跟暗的地方的呈现，你会发现亮的地方更亮，暗的地方会更暗，是因为通过 Super AMOLED Plus 它的颜色的分层会更清晰更明显。再回到桌面部分，那针对于消费者可能他需要的需求是不一样，比如说有些人喜欢看韩剧，透过我们的 Samsung Apps 的部分可以下载一个 Apps 叫做 Viki， 点选这个 Viki， 这个是免费的一个部分，它里面有非常多最热门最新的一个韩剧的部分。然后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，哎，那没有支援中文怎么办？有，你看支援英文跟中文的部分。我们现在播放这一段，各位可以看得到，其实它也许语言的部分讲的还是韩文，可是它中文的字幕会显示在底下，让你可以跟得上剧情。而且因为它的联网的速度可以 support 到 HSPA Plus 21 Mbps， 所以整个播放的速度也是非常的流畅，可以让你随时随地想要看偶像剧、韩剧，不用受限于时间或者是地点。再跳出来，然后因为我们的界面的部分是用我们三星独家的 Touchless 4.0 的界面，所以消费者只要点下面这个按键，其实就可以快速去切换到常用的十个不同的 application， 包含通话的部分。我们的 Galaxy Tab 7.7 就像我们的第一代 Galaxy Tab， 可以支援语音通话，也可以支援视讯通话的部分，针对于如果觉得这个按键不够大的，甚至还可以放得更大，让消费者可以按得更轻松，看得更舒适。除此之外，再就是因为它是搭配双核心的 1.4G 的一个 CPU， 所以在玩游戏上面也可以得到最流畅的一个呈现。比如说我现在打开这个游戏，广告先跳掉。这是一款 3D 游戏，各位可以看得到，当我手指头移到哪里去，其
其实那个主角本身就移动到哪里去，完全没有任何那个产生。而且这个游戏其实是 3D 的游戏，让即使是游戏重度玩家，透过这样子的面板可以得到最好玩的一个体验。除此之外，针对于常做电子书阅读的，我们也有跟城邦集团合作，所以透过我们的Samsung Apps 也可以下载随身一册的部分，里面有非常多的中文书籍杂志，让消费者可以找到符合他自己需求的一个书籍内容。